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宏。肉臊面，烤肉以及羊肉，好多，只要是食物，糖分基本都爱。方便面，牛排，煎蛋。应该是刚睡醒的时候。光那个声音还有那个样貌就非常的迷人，马马虎虎还行吧，过得去吧，谦虚一点。我有一个癖好是，就是家里或者是酒店任何地方，桌面上、床上都可以乱，但是地板一定要干净。就我可能看到一根头发或一点点灰尘，我都会去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会这样。白天起不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用的是4G 网络。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希望你健康快乐。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现在不管是陈化的宣传期，还是未来以后的日子，都希望你们可以在，然后我们互相陪伴着彼此，一起活下去。彩虹屁吧，关宏的腿不是腿，塞纳河畔的春水，关宏的背不是背，保加利亚的玫瑰。你评价一下这道口令做彩虹屁吗？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，关宏的腿不是腿，塞纳河畔的香水，春水。塞纳河畔的春水，看不懂。关宏的背不是背，保加利亚的玫瑰，还是看不懂。